郭明荃今日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24周年纪念升旗仪式暨庆祝酒会，他在社交网上大晒和多位高官政要等人的合照，阿姐更加揸机自拍和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合照，两人在口罩下露出笑眼。另外，日前阿姐代抱恙的嘉英哥出席活动，嘉英哥今日接受传媒电话访问，话之前因为胃痛食完药之后已经康复当中，既有陪阿姐出街，亦都有为今个月的演出进行彩排。